ここに行ったけど、本当にカナダで終わりました。别跑！四站上台，接着搓个三句半，目的只有 only one。添乱。好怪，说风说话，似乎这也不能拉，每天中午随便挂。当然啦。为啥还是中国花好吃的人一样多啦？东方文化内涵大，中国天天在变化。要是你问尚不知，白痴！我已经碰上潮人。想听交流中国话，现在我想怎样了？女朋友啦！中国美食名天下，煎炒烹炸美之棒，水了中文会点菜。烤鸭，学习中文真够难。很数点那像画画，请枪出错那笑话。咱不怕，千言万语不管他，问候用语得记下。遥相照人点中文，吃了吗？这里虽是 Arkansas， 水校花园多着呢，要不怎敢来耀眼？随便抓。我们中文呱呱，中国老师强强夸，妈妈妈妈是声调，吹吧。越是软弱越说话，妈妈骂次生呀，要了命啊！中文项目真是好，老师耐心把课教，同学虚心就指导，学得好。水分才了一了，随心称国大汇报。好的。